又封号，那每天都封号哎。当小杨哥知道小黄违规直播后，你怎么又被封了？我妈妈说我太性感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咋性感了。来来来，上来来上来，杀！来来侧面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跟你讲，你为什么会违规啊？你看你在底，你那能不违规吗？咱能不能不要这么穿？穿舒服衣服，性感。你瞅瞅来，你觉得这？你觉得来来，我们看一下侧面，我们看一下，你自己看一下。来，你觉得来？啊，别动。你觉得这正常？正不正常？你瞅瞅你那勒的，你那么你要不就买大的，那勒的那个好吧，穿一条穿宽松点呗。这东西你穿不了，咱们就不穿，是吧？虽然它穿起来确实很好看啊，实话实说，你穿起来很美，对不对吧？咱们还有个菜，后面取一下啊。比锅还要黑，你好好看看我比锅黑吗？你说话得说正经的，比锅我有锅黑吗？兄弟，你扒的啥呀？瞅你那损色！烹饪技术乃家强，安徽合肥找小杨。接下来是杨同学的烹饪时间。兄弟们说你是头太大了，我头是大了，兄弟们啊，有啥说的？把辣椒给我准备好，大葱，大葱给我准备好，这个圆的葱也可以准备一下，是不是？谁洗这么干净的？大肠没臭味还叫大肠吗？得留一点儿。把大肠洗这么干净，连臭味都没有。大肠就得吃稍微带点臭。董总，是的，你都记住了啊，大肠得带一点臭味，那才叫好吃。对对对。吹一下。不是你摸我的手。我拿胶布来。你这是不是沾一点？换一个。啊！开始做菜。看我的专业，专不专业？青椒炒爆牛肚，手啊要这样握，这样呢一切下去切不了手，懂了吧，兄弟们？哎，要这种圆形啊，看什么看？太尴尬了，辣椒籽儿全去了，就没有辣味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再切，我们一定要把菜先全部切好。好，菜已切好，接下来起锅烧油。吓一跳了。我现在让它倒油。这时候呢，因为它这里面有水，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袖子给它卷下去来，因为一会儿会崩到你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肚，如果怕它第一新手啊，像我不是新手啊，你是干啥呀？挡什么挡？不用怕的啊。啊，你看，这时候加盐，盐了，盐都没有，小盐放进一点，味精，鸡精，酱油来。你要什么水？不要水。这是醋啊，老妹儿，我加醋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要酱油啊，香菇酱油，老抽。是吧？刚才我在这直播间炒菜，都炒到五万人了，炒了10分钟，给我号炒疯了。不是这个直播录屏，说我是假的。哎呀，兄弟，我是真的呀，官方，我是小杨啊。细心才是一个男人的必杀技。看完这场直播后，你将会重新认识大杨哥。在连续做完4道菜后，大杨哥并没有休息。而是召集主播们过来吃饭。大杨哥看到身边的主播碗里只有米饭没有菜的时候，做出了暖心的。来，你尝尝，就个饭吃。随后又是一位主播看到大杨哥的关心后，也凑了上来。大饭啊，来来来，旁边那个肉，肉和辣椒，就是吃，尝一下。来。这时大杨哥也感觉到主播们都有点不好意思往前挤，于是一个一个的帮他们夹菜。来，真可
你赶紧问问，刚没到。见老板。这是大洋哥端起碗刚扒拉两口，看到还有员工没有夹菜，于是立刻放下碗给员工夹菜。拌一下，大伙都别忙了，来都吃一点来。就在大家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，有网友们指出大洋哥夹菜为什么不用公筷。大洋哥说出了最暖心的一句话，不仅化解了尴尬，也让员工们感动至极。公筷啊，哎，都是自家人，没事的啊。大家伙天天在一块吃饭，那有什么公筷啊，别夹菜啊，像家里面一样。我跟我家里面的刚才不用公筷啊，但是外面来的人我会给他们用公筷。有戏，有道理。什么，这个鸡腿可以吧？这个鸡腿可以吧？啊，这鸡腿，你偷偷的鸡腿。哎呀，啊！我操！啊啊！我操啊！啊，你好吃啊？不好玩啊？啊，睁眼黑睁眼啊？那你可以睁开眼啊？什么呀？哦，你们把这刀取下了？没有，你不是你睁眼，你睁眼，你有皮带，你直接咽了是吧？咽掉了呀？你没尝？你没嚼那个骚吗？嚼了呀，嚼了你不骚吗？骚呀，骚你还咽？我咽了我才觉得骚。来看看我们老板是怎么笼络员工的。来来，我找个人喂你一下，要不要？找一个我们的主播喂你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别尝一下。哦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吗？嗯，眼睛闭上。嗯，来，老妹儿，手往上。这样不太好。哎，你没事没事啊。你在边上直播呢。哎，别，哎，没事。哎，我觉得老妹儿你直播非常棒啊。呀呀，真呀！好，行吧，嗯，好，去吧，去吧，嗯，嗯，怎么样？嗯，给你好不好？很好啊，够不够意思？嗯，可以，够意思吧？对，老板，好干啊！明天去把刚才拿住家了。好好好，去吧。能不换，只是也让心不老。在那些梦探索远方，一路有雨也有霜，月落乌啼江南，无论面对太阳，有你最希望，一路冒险就得闯，三八三月冰川，未来不缺翅膀，命运和门类不管。你打我，我不怕，我回家告诉老爸，老爸会说英语话。